文斗透诗仙李白一生放荡不羁，文采卓然，名垂千古。他的诗歌可以说代表了盛唐的最高艺术水平，很多都传颂至今，被人们引为经典。比如说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”等等，数不胜数。但是诗仙也有下凡的一天，他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，被后世评为李白最烂的一首诗，却也常常被人作为李白为人随和谦逊的证据。关于这首诗还有一个小故事，《黄鹤楼》最早建于三国时期，在古时候就被人们称赞为天下江山第一楼，许多文人骚客都曾经游览过黄鹤楼，留下自己的墨宝。李白一生狂放不羁，不追求功名利禄，除了喜爱饮酒之外，最爱就是游览大好河山，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天下绝景。他几经跋涉，终于来到了武昌，登上了黄鹤楼。黄鹤楼上诗眼开阔，景色秀美。李白从日出待到日落，深深被这种景色所折服，得以一饱眼福。于是他诗兴大发，找人要来笔墨之宴，就要挥毫作诗。可是左写一句，右写一句，都不能将所见所感畅快淋漓地描述出来。这时候，同来游览黄鹤楼风景的一个旅人认出了李白，他向李白提议在纸上作诗不符合黄鹤楼的大气开阔诗风，直接将诗句题于黄鹤楼四壁之上，更能符合此刻的畅快心情，或许就能得出更好的句子。当时黄鹤楼是众多文人的必去之地，所以楼上也留有专供这些名人挥毫泼墨的影壁。李白十分认可他的提议，于是一手端着砚台，一手捏着折扇，将毛笔横着吊在嘴中，跟着这个旅人来到了影壁之前。他将折扇叠在腰间，一挽袖管，将毛笔足足吸饱了墨水，一首七言绝句心中已成。正要书写之时，他突然看见了墙上左边位置崔颢所题的黄鹤楼，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，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李白反复吟诵了几遍，突然朗声大笑，笑罢挥毫就写，写完将笔一搁，从容离去。众人都一拥而上，想看一看诗仙到底留下了怎样的墨宝。只见墙上写着，一拳锤碎黄鹤楼，一脚踢翻鹦鹉洲，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。后来人们甚至专门修建了搁笔亭，以此纪念这件事。李白虽然是才高物，但是对于同样有才华的才子，却能抱着欣赏认同之心。对于崔颢的诗作，李白能给予如此高的评价，甚至敢于自愧不如，真正说明了李白不拘小节，心胸阔达。而关于李白，还有一个流传千古的身世之谜。李白在世的时候，从来不提及自己祖先，历史上对于李白的先祖几乎没有记载，但是在唐、宋时期，就分别有人考证出来李白的真实身份，他是唐朝的宗室之子，应该是唐朝尹太子李建成的后代。李建成死于唐太宗李世民之手，作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，他的后代李白自然是对自己的血统讳莫如深了。本文由齿心团队成员原创，您的关注是我们最好的。